在一起长大，然后呢，后来才年纪大了才来台湾这边读书，然后毕业以后就在台湾做第三个产业，啊，再来就是开这家店差不多六年了，那你们到六年级？是一年级的时候看，是没错，刚好这个小朋友今年上小学，上小学，好，今晚上课。那今天呢，主要我卖的东西就是一些东南亚，你知道东南亚有哪一些国家？应该知道了哈，对的，对，啊，我最多的产品是以印尼的为主，再来第二就是泰国的、越南的。马来西亚，啊，还有一个菲律宾，啊，也蛮多的。啊，除了我们这卖一些零食啊，像饼干之类饮料，我们还有卖一些料理、化妆，应该是说日用品每天所需要的都有。就是说，异国的，就是家里会有印尼阿姨啊、菲律宾阿姨，他们会用得到的。原则上应该都是这样。那这个要做什么？哎，那我们知道，其实爸爸他店里面卖的是东南亚，他刚刚讲的几个国家，五个，第一个他们最多的，印尼，对，然后再来了，越南、泰国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。OK， 你这五个国家的食品或者是日常用品，我刚刚。我刚刚学会了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念起来。
聪明。刚刚老板拿出来给我看，我觉得我们好像都有吃过。这个超好吃的，有好多种口味哦，老板。除了吃了这个，你们有谁有不知道这是什么口味的？太好看。一个区分而已，区分了。印尼的牛肉，印尼的牛肉。来，讲到牛肉，请问一下，你们知道印尼是吃牛？不吃。吃了几种？都有牛肉的。放下，不吃了几种？好，那不吃什么？不吃猪肉。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。
去哪里，所以你观光的时候买东西一定要用到，所以要记住啊。问东西多少块？这个多少？是荷兰吧？荷兰吧？钱呢？Selamat tinggal. 好强的，超厉害，也太多了。